大家好，我这个黑法师呢，昨天给大家分享了脱盆修根，晾了一天，接下来呢就是给它上盆。关键的第一点是配土，我这个是火山石，火山石白雪，透气性好，火山石有非常多的透气孔，有利于植物的根系呼吸。七分加三分培育土，这种培育土呢主要是泥炭为主，保水保肥，富含有机质，两种肥料呢是没有什么养分的，为了后期养护更轻松，放一些花果型的施工肥，这种施工肥呢主要是含有钾元素比较高，钾元素呢能促进植物根系粗壮，抵高光合作用。我们用草土上盆，把这个土壤呢浇到湿润。这个水呢，我是添加了一克快速生根粉，主要是为了后期这个黑法师长根更快。因为这种生根粉呢含有天然的活性生根物质，能促进植物呢爆发式长根，长出更多的新根。第二步呢，选择花盆，这种是空根盆，白水透气性非常好。然后呢，就是摆放在阴凉、通风良好的地方养护，等过上3天左右再给它浇水。好了，再见。